放暑假，未来纯喫茶电影院给您最新鲜的原味好片。八日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推出五部消暑强片：吴君如、金鸡 SSS、汤尼嘉、拳霸四、勇者无惧、孔佑、蝶影杀妻、林依晨、苏有朋、甜蜜杀妻、曹承佑、杨东根决战投手丘。八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周日电影院。